要黄鱼用到超网是什么感觉啊？看一下，啊哈，这条厉害的哦！大清早的又到海钓嘞！导航，鱼太开始了啊！这个天气漂亮，哎呀！清早来一条大正钓啊！哈哈，漂亮，漂亮，真钓啊！这个自身极品，马上放血啊！雕刻了啊！马上放血，他们钓一条黄，两条黄鳝，两条黄鳝，到底是四缺咬中的，来啦，看一下什么鱼啊！整个太阳红彤彤啊，黄灿灿是吧？开什么鱼？大黄鱼啊，黄鱼。什么鱼啊？第一条啊，漂亮。黄灿灿，我说黄灿灿，呵呵，漂亮漂亮。黄鱼，来了啊，来了。两七九的最小就是五七两的啊！哎，这条小嘛，没有困难。这条小，这条刀子棍子，对不住。我们钓起来都是小的外军的，对呀，哎呀，漂亮吧，金光闪闪。哇，这条可以了啊、哦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你不带？六七两，六七两。不带，不带，还行。哇，来了。
被烫伤了。哇，这条大鱼。都是好的。哇！哎呀！哇！真漂亮！哎，不错。哎呀，一斤重的哦。用上我了啊！网是怎么感觉啊？看一下，啊哈，这条厉害的哦，一斤多了，7-2万，都往2斤多了一个，这下发财了哦，一斤多的、2斤多的都是这样的，都是我那条2斤有的哦，2斤有的。前面也中啊，后面也中，都中。这个是牛，我就是牛就是吧？有一条。哇！四两大。今天这黄鱼是漂亮哦，金黄金黄。再救好，再救。好吧。4两，不会2条吧？1条。来了来了啊！又来了。什么来了？黄鱼来了，有什么来了？哇，你怎么钓起来都是大的？我为什么钓起来都是小的？这个还好不大。哈，今天人品爆发了。大大小小好几条了嘛。都中啊，都中啊，都中啊！加油啊，加油，高起来！哇，哈哈哈，漂亮漂亮！哎，拜金拜金的。中了，收个十圈可以了。
哎呦哇，漂亮啊！完了，个头小，数量多，哇，漂亮，漂亮，都中都中啊，不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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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地方你找到了，中，不得了，都中鱼啊！你这个感觉不行，感觉刚开始拉起来没力气了。来了来了，都来了，哇！哦，这条可以，这条可以，可以可以啊！发财了，都钓的发财了。你怎么都钓大的呢？收的很高嘞，很高啊！哎，我收的很高，慢慢收上来的，最起码是缺嘞。就是这个感觉，刷刷洗刷刷，东海野生黄鱼，黄金来了，黄金啊！今天钓的黄鱼是金光闪闪，哇，漂亮啊！跟金子没有区别的。快点，上上上上。